今日我哋证婚人咧，系 Teresa。三，然之後就將呢一支廿號嘅旗咧放上去，代表我哋開幕禮嘅正式開始，大家聽緊就可以進入鬼屋噶咯，準備 1, 2, 3 OK， 好啦，咁啊呢個時候咧就先唔該曬我哋嘅新郎哥同埋新娘子同埋證婚人，我哋不如企出少少影一張 group photo 先好唔好？係啦，哇哦，係啦。好啦，好多謝大家今日嚟到我哋呢一個跨年喎，大家照顧得好清楚啦，你哋隔離嗰個究竟係柳如龍定係邊個嚟㗎？睇清楚啊！如果你咧就識答嘅話咧，就衝出嚟喎。咁你哋代表你自己個組嘅喎，記住。安全地衝出嚟。嗱，你話㗎嚇，衝出嚟一定唔會錫我，實錫你，你先，你先，係你亂問㗎。喂，嗱，問問題呢啲問題咧，都好深奧嘅，好深奧。我諗要錫事情度先識㗎。錫事情度 OK。識㗎，即刻衝出嚟，不過用安全嘅方法衝出嚟啊 ，OK？ 好，咁我麻煩 Trisha 幫你問問題，第一條。好，第一條，梁朝偉同劉嘉玲喺邊度結婚？嗱，聽曬問題，有四個答案嘅。有係紅毛丹 ，B 係蘇丹 ，C 係阿姆斯特丹 ，D 係不丹。睇下你先，可唔可以對咪啊？巴丹啊，巴丹呢啲係你嗰個即係發音有啲問題啊，巴丹。叫咗不丹話講不丹，係啱嘅嚇。你有分啊？你係咩組噶？翻學場好 ，OK， 好。好，第二條。第二條，大家要聽下先。你同你嘅情人見到流星雨嘅時候，通常大家會講啲乜嘢咧 ？A 食咗飯未啊 ？B 我隻眼有沙。C 我哋許願咯。D 有差佬閃我眼啊。咁係邊個咧 ？A、B、C。衝出嚟啊！出嚟先，要出嚟有大車佬曬啦。許願咯。連子庸 ，C 管家仔 ，D 林志信。